梅香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主任必胜宫有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听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很快呢，礼拜六了了，吼、哦、啊，一礼拜一礼拜安尼足紧的吼，安尼时间安尼又过啊吼。啊，今日周六，人讲整工才三四天的假期啊，上班上无几工啊，又过拜六礼拜啊吼。啊，今天礼拜六有公休啦吼。啊，还有今日要安营，所以呢有要公休的，啊，就先生要来公休，咱就提早吼，提早回来公一到三天吼，而且呢，提早一下，我差不多三点了后。下午三点要安营吼，直接甲恁报告一下哦、喔。来，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林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来，咱来听母娘。母娘性格啊，吼，讲人生半百次天命，为什么是半百次天命？因为吼一百，吼啊，就是讲啊，食一百岁，啊，咱即马个，吼着重就是50岁嘛，吼，啊，咱讲50岁叫做人生半百，知影天命啦，吼，啊，你半百了没有？我们的师兄师姐有没有半百了？吼？人生半百知天命，多少英雄贺炎陵呢、啊？哦，阿公祖国美人多相情，滚滚长江水不停。金鸿天恩民众生，降下真经劝元灵。祖庙圣音说分明，万里修炼第恶因。诸行保法
在东林，天降仙君度群星，必发宏愿修本领，生生世世勤学道，恭敬助汝修真人，无事惊忌路迢迢，极中幽妙阴阳神，要得神香太离归。这吼、哦，这首诗来底吼，都暗中着慈天必生功啦吼。啊，都咱安尼咧读，但是都去读着吼，咱讲安尼甲看落来，就是慈天必生功的母娘所出的圣诗啦吼。半把半把半把，就是爱知影知影天命啊，女将男将拢同款。五十滴天命吼，有偌济影响限呐，哦，啊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尾嘛个看吼，啊，两边喙手嘛白啊，鬓边嘛白啊吼，啊，所以讲自古美人多伤情，滚滚长江水不停。因为吼、哦、流水无可能哦，啊，当时怎啊停起来？那有水伊就会流，有水伊就会流吼、哦，所以讲金鸿天温悯众生，就是咧讲。母娘也就是我们说的天恩，因为咱有师德有天恩，哦，降下这个真经来劝这，吼，咱这元灵，然后最主要是讲咱的慈爱的老母，吼，有这个圣音，所以甲咱讲千百千百来甲咱讲，互恁分明了解，望咱这理，吼，望咱这吼方呢，吼，会当修炼，吼，除掉咱的恶因，诸旁波法。吼、哦，在东林天降仙君度群星，然后必发宏愿修本领，生生世世勤学道，恭敬助汝修真人，无事惊忌路迢迢了吼。讲唔免讲吼，哦，主人必先讲带来装卡，足远个呢，啊咱。姑姑啊，来一届啊吼，哎、欸，你冇个动作讲啊，就等下个母娘会一个缘吼，来个慈天必生功，你会觉得说，咱这个宫吼、哦，虽然不是金碧辉煌了，但是它很宽敞，让人家进去舒服吼、哦，没有压力啊吼、哦。啊，宫殿就个动作讲，啊，咱阴暗要讲到，吼、哦，后头讲一点钟的课，这嘛是等于吼，和咱这生生世世的众生呢吼、哦、来。这个所在来勤学道嘛吼，来勤学道。那宫殿是要助咱要创啥？宫殿就是助咱修真人嘛吼。既然宫殿住如修真人，无需经济路迢迢啦，就讲母娘讲唔免烦恼你路途真遥远啦吼。咱就开车爱守规矩，交通规则吼，啊达达啊开，提早出门啊，咱就免紧张啦，达达啊来。所以咱阿娘讲极中幽妙阴阳神啊，要得神香太离归啦，哦，就是哦，母娘给我们的哦，咱讲圣诗啦吼，啊也感恩啦吼，讲人生，吼、哦、人生是讲透不是看破，吼、哦、人生是看透而不是看破啊，不是看破呢，吼、哦、就是咧讲。看好透，吼、哦，不是叫你人拢看破，是叫你参透它，吼、哦，不是看破它，吼、哦。咱来看破，就是一种足无好的语，迄落语言啦，就是讲啊，啊，我看破啦，吼、哦，我看破这句话，伊就讲你对你的囝，吼、哦，无这无音，吼、哦，啊，做老母的感觉讲啊，我饲这囝，我嘛看破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是讲吼，啊，翁婿啦，还是讲出去外口啦，吼，啊，就较少伫咧厝诶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做母诶嘛，讲我看破，我看破啦，吼，啊，做头路做啥物做甲无法度诶时阵，咱嘛讲啊，看破了啊啦，迄句看破是歹话哦、喔，看破是歹话，要说参透，参透这个世间的道理，参透这个世间的恩怨，参透这个世间谁来发生这种代志，这叫做你要去参透它，不就叫你放、哦、全部把它、哦、都讲用这一句话
把它绑定说没希望了。我看破，看破就是无希望啊！看破就是无希望啊！哦，你就按算到这就好啊！看破就无希望，唔通看破。爱讲我参透这个道理啊，原来这有因缘观的关系，原来这有因果的关系，所以哦，前面哦给我们的考试卷后面一定有一个因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没有什么原因。那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折磨你、啊、所以是参透而不是看破哦。因为咱们咱人吼，做到究竟的嘛有啦吼，啊看袂开的嘛有啦吼，啊什么款人吼，啊都什么款命嘛有啦吼，但是吼，唯一能否定你的人不是别人哦，是你自己哦。你自己否定你自己没能力，你自己先否定你自己哦。哦、唯一能否定你的人只有你自己，因为那些经不起人家批评，人家说一句难过的话，你就让你哭了好几天、哦啊、你要不要哭是由你决定啊。我刚刚我就勇敢的那没啥、啊哦、有时候呢、哦哦、咱就是咱说为什么咱人的个性、哦、你要把调整到调整到说是谁来折磨你呀、啊？从、哦、来没有人来折磨你呀、啊，是什么人来折磨你？哦、所以讲、哦、你的折磨一生是你执着的一生、啊哦、因为唯一能否定你的人只有你自己，因为那些经不起人家批评、啊、你经不起人家批评，你就否定你自己本身的哦啊，人工智慧呀、啊。你不是别人否定你，而是你自己否定你。我们当了一辈子的演员呢、啊，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我。干无影，你来世间演这出戏这大出来吼，啊，你敢捌演？你敢捌真正讲？你这世人当吼、哦、当演员的演，啊，将来你敢有做过真正的你吗？无啊。演员就是用剧本的，人写好你就照安尼讲，写好你就照安尼念。但是是你吗？不是啊，只是用你的色身、肉体，吼、哦、啊。所以讲，咱定咧讲吼，能如此出门吼、哦、去做吼、哦、演员的人呐、啊、吼、哦，对，出去外口嘛，等于做演员呐、啊。啊，无咱大家出门，他得爱化妆。出门那都爱穿个青衣青，出门那穿爱穿个人模人样。你不是在演戏吗？在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份吗？啊，无现在讲哦，一支手在挂300几万呢，一只脚手指就300几万，吼、哦，这嘛是，吼、哦，你在演什么？你就是在演你的身份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你演你的身份，演你即嘛目前的吼。哦诶，这个吼、哦，财产有偌济，所以我一个镜头听我挂300几万，吼、哦。但是咱也无的人呢，要爱三百几万，有的人赚几世人嘛，赚无300几万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也不要难过哦，吼、哦。然后今晚安尼讲就讲，咱今晚咱来世间拢在出戏，拢在做戏，啊，这出戏搬了吼，不管到搬好还是搬歹，都不要执着、哦，搬好了就放下哦。搬好啊，即出戏煞戏啊，好煞戏都放下呢，吼、哦，煞戏都要放下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不要去否定你自己啊，吼、哦，你否定你自己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你家己看袂起你家己啊，你都把你家己都否定啊，你要叫谁给你拍拍手？要有自信，不可以否定你。一旦否定你自己，那你说啊，我都很慢啦，啊，我都安怎啦，我本来都安尼啦，啊，所以都安尼，
你看你这些人你是要，如果那是安呢吼，有时候啦，吼、哦、这种人呢是对，有时候对自己吼、哦、很没有自信啊，讲话也很极端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常讲吼，无自信的表现，吼、哦、很容易被人家吼、哦、挑衅，随别人吼、哦、啊批评啊，你就俩拱，吼、哦、注定要跟快乐说拜拜啦，为什么？无可能啊，你家己都这个型的。里面有快乐的心情，然后，人是用别人的嘴咧给抬你了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敢那人用一支嘴，跟你讲几句啊话，你就对心肝，等于你就安尼艰苦几啊天。人家是用嘴巴在，吼、哦，在虐待你，啊，你也被虐待，为什么你要接受？你不用接受嘛，啊，讲你就去讲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反正我习惯了，我习惯安尼啊，所以讲。被别人用嘴巴虐待的人，你又没办法放下的人，那就是最戆的人。人用嘴在给你虐待，就是挑工给你讲一句话，你安尼，好、哦、听到到底安尼用要弄扁，好、哦。但是为什么在意？不要在意嘛，你要用这样想、哦、我生活又有自主权呐、啊，我有我的自主权呢，我家己有我的自主权呢、哦，只要你想通了。你就拥有快乐啊！你干嘛一定要用让别人的一张嘴来虐待你啊？你就被虐待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别人的想法是别人的想法，只要你想通了就好，你才会拥有快乐。啊，你要这世人，你要拥有主主权呐、啊！不管人安怎讲，你拢如如不动的好，啊，卖生气，吼、哦，啊，卖感觉安怎？啊！不要做别人家嘴巴的奴隶。为什么？用人家用嘴巴虐待你的颤抖啊！讲，过去做人嘴巴的奴隶，人叫你讲哦，你去给他创这啥，你就去；啊，你给他弄这啥，你就去。去就讲做工过，只要是公事，咱这是应该咱做。但是伊呐，甲咱平等的身份呐，但是伊坐到遐在夹果子哦，要叫你去给捧一杯茶来。那我就讲你家己去。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做到这样？我又不是你们家的奴隶、哦啊、我又不是你请的工人，我干嘛？礼貌不是这样子。嘿，有的人那脚跨起来，啊，在那里夹果子，我最大来去给他捧一杯茶，谁欠你呀、啊？哦，这种的叫做吼、哦、耍身份、哦，用嘴巴去虐待别人，用嘴巴在吼、哦、在使用奴隶，嘿，这种你拢免差别。哦，咱人爱过个安怎？有尊严。好、哦、啊，叫你是要放下，而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句。好、哦，底下来讲看破，不是看破，是参透啊。好、哦，叫你放下，甲看破嘛无同。你参透了人间一些事，对吧？你讲初咱唔捌无要紧，但是你学甲你会晓啊，吼、哦。但咱讲提醒啦，咱讲提醒。哦、有时候生命中总有挫折嘛、哦、那也不是尽头、啊、有挫折我们还可以啊、哦、还可以转个弯，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世间情、啊、总有 一得一失、啊哦、但是成功使你快乐，失败让你无法忍受的话，然而相对的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也是等量的悲伤了，赶快了，所以讲哦，人拢同款，哦成哦要合成就少了，哦每一个人都一样啦吼、哦。啊，你唔捌看过歌影视歌星吗？哦，某人安尼活袂落去嘛是有，哦啊较早足灿烂的吼，安尼啊闲啊到尾啊，吼唔啦，佮他身体歹，佮经济嘛歹。吼足济足济演员呢，老的时阵哦，恁老人安养伊。凡事都无钱通去住呢，这就是头前面足轻盈，后壁足流尾的原因嘛是有啦吼。个人的哦，个人在掌控个人的人生，那是自己的想法，也要由自己去吼、哦、去修尾的吼。咱家己要安怎去拍算咱家己，咱家己就是咱唯一的主人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听讲，你是你自己的主人，你要安排好。好、哦，先给安排好，安尼就对啊，吼、嗯。老子说道。
找到名和名非常明，道生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道道天大，地大人亦大，人发地，地发天，天发道，道发自然。今天礼拜六，除了公休，啊，有人在问讲啊，会当去清洗无？可以啦吼，清洗下晡两点，吼、哦，两点以后啦吼。啊，那要啊，你若讲有金嘛，有想到要参加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这个秋季法会，吼、哦，咱到这个，哦，咱十三嘛吼、哦，十三就开始咧做这个，啊、哦，咱讲。配备全部都要有啦吼，过来就是讲十四的五谷山啊，十三开始吼，咱讲十二啊有闲的吼，啊是十三就开始插花啦，因为咱要插花组的这吼前拜吼，有大家拢真够插花啊花呢，老后老师级的呢吼，较早呢教人插花啊，得开花店的嘛有啦吼，所以咱母娘呢说得。即个吼，即个地主呢，很优秀啦吼，很优秀。每一个拢足优秀，唔是讲插花优秀，做工课啥物人都优秀啦吼。所以母娘呢，吼、哦，今日哦，咱足济孙啊，即个赞叹咩？赞叹讲，我慈恩病生公很有福报哦。恁的众生吼，还是恁的孙啊孙子吼，恁的咱的众生拢足有气质的哦，气质很好。啊、大家来吼。哦啊，拢个笑眯眯，做人可以很和谐、很协调，看起来很好，系啊，啊，就是爱安尼啊。我定讲，如果等下讲诶，哦，回到家里面哈、哦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嘿，安尼，噶唔是做个足欢喜诶，大家嘛做个足欢喜诶吼。即他都话咧讲，即个老子吼、哦，他在讲即个太极图啦吼。伊、哦、讲原文吼，伊、哦。卡扎这有留落来吼，太极图有249个字吼，爱、哦、这个吼字来突破了宇宙人生的真谛，哇、哦，这么深嘛吼、哦。太极图说什么？爱的作家吼，哦，这个周敦颐吼，住伫北宋呢吼，北宋吼，以、哦、这个作品来收录伫这个《周条员工集》内底面啦吼、哦，所以讲。自这个无极而生为太极，太极动而生阳，那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吼甲极互动嘛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阳分阴嘛吼、哦，所以咱来讲阴会讲做头前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阴，那么阳变阴合。理性水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火、木、金、土，啊，就是咱头前在讲吼，既然是生水，所以就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气顺步，吼、哦、啊，就四时行恩。那五行一阴一阳呀，啊，一阴阳是太一太极呀，太极本无极呀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五行之生。
吼、哦，五行之星各一其性，作为无极之精，两五之精啦，妙合异形，吼、哦，乾多生男，坤多生女啦，吼、哦，这有两个气，啊，这个气来交感，哦，化生了万物，啊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，吼、哦，微吼灵也，就是讲。会当安尼啦，咱只世间只有这样一人类啦吼、啊，所以讲得其秀而最灵，吼、哦，形即生矣，神发之矣，就是讲五性感动啦，吼、哦，善恶分明，万事出于圣人定制，哦，所以讲圣人爱定的啥，中正仁义，圣人之道嘛，仁义中正仁义吗？啊，佮有诸正无欲，故正。律人及焉，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嘛，日夜合其明，世事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，然后甲鬼神合其吉凶。那君子修之吉，那小人不之凶。所以讲吼，君子若好啊去修啦，当然啦，都是这个吉数嘛，吼。啊，这个小人你若是要底下呢，吼啊，咱讲。啊，唔相信受嘞，只不过底下嘞，吼、哦，推翻还是安怎，吼、哦，小人自然到尾也得去拔掉，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、是过掉啊，然后因为你无相信嘛，无相信这个五行定位，无相信这個，那你有一天你就会过掉，吼、哦，那就立在相知，吼、哦，咱讲会去拄到，吼、哦，这个凶的问题都是自己啦，薄，就是讲咱对这个。道啊，你都敢那唔相信啊，所以你个拔刀离行，自然就带来凶事了吼。故我立天之道，吼、哦，我阴以阳啦；立地之道，我柔以刚；立人之道，我仁以义。所以讲吼，元素翻掌故，知影讲这个死啊生哦，这种解说吼，大灾一也。哦，就是咧讲到这个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呐吼所组成的，阴形的都是阴暗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俗称阴阳鱼啦，吼、哦、这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内底术语，吼内底的术语介侪啦，因为吼、哦、咱即马咧讲太极图形化，吼、哦、伊今日咧讲这个阴阳轮转，吼、哦、既然它已经表达了阴阳轮转，哦，相环相成的万物生成的变化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原则啊，伊这就是一个根源，无根源免好脱离，哦，啊，这太极图展现出来一种互相的转化，相对的统一的形式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哦，咱今日在讲中华民族嘞，这图案图腾，哦，所有的美的结构。我都讲喜相逢，暖风和鸣啦，凉风春祥啦，吼，凉风丁祥啦，丁丁这拢是一上一下，一进一换的，诶，这个形式组成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好难讲这吉祥图案，吼、哦，这有这优美的吉祥图案，这民间的人最喜欢啦，所以来要娶某，来要创啥，一定要用着凉，一定要用着风，叫凉风春祥，啊，唔系去用着暖风和鸣啦。哦，啊，这暖风和鸣跟太极图有关系吗？这宋代学家吼、哦，这个周敦颐吼、哦，伊的著作就是讲全文内底有249字，但是这个《周易解书》内底伊咧启发的吼、哦，这个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什么？他说伊牵涉了宇宙观了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无极是为太极同时形容，但是这。生吼，种动极而动，还是静而吼？咱讲静而生阴，还是讲静极复动，一动一阳，还是一动一静？吼、哦，这拢是阴阳分阳两仪的啦。吼、哦，而这个立言，所以讲无极甲太极是中国古代吼、哦、所有这哲学家啦吼、哦、两个概念。啊，这哲学家现在用这个无极甲太极来做一个概念。把它分作两个概念，因为宇宙形成基础就是一片的混沌，开始就是静止的，它没有方向，没有时间，不存在于具体形态的物质。哦，这种混沌的状态叫做无极。哦，
吼、哦，这就叫做五个，按着分出来嘛，吼、哦。那以后呢，吼、哦，渐渐逐渐形成了天地及各种巨型形态的物质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经过了不断发展演化，那形成了今日的世界，内底有一个面貌。这个世界始终都在运动着，吼、哦，咱的地球同款的日月拢无停的吼，伊、哦、在变化。所以讲，对当初无极的静，诶，这个静止，到了今嘛，吼、哦，开始生长变化的过程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变化就变个，都成为太极啊嘛，吼、哦，成为太极。简单来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事物还未生产进前，吼、哦，称为无极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看不到它的成果，叫做无极。那一切事物开始发生的明动阶段，称之为太极。哦、所以这咱爱先了解一下，一切事物未散，吼、哦，还未产生的时阵呐，吼、哦，称之为叫做无极。啊，所以讲无极就是空无静止。那太极就是初生，拄好开始要震动，要射哦，震动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太极动起来，它就产生出阳，动到极点就静下来了，啊，静下来，于是它就生出了阴，啊，所以说静达到极点又动，那么一动一静互为根本，哦，分化出阴阳两气嘛，哦，那阴阳两气交互作用就产生了五行，又又产生了五行，有五行就有万物嘛，哦，所以五行之生也各其一，哦，这里面就有一个，哦，各其就是讲各依其性嘛，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盈而拟嘛吼。乾多生男，坤多生女，两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。所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这个本性拢无同啦吼。木具有生长，能屈能伸呐，生发的特性然后。但是呢，火以及发热、温暖、有向上的特性啦吼。因咱火若烧，你看看咧火炙咧哪位顶管起咧吼？土具的载物，吼土就具有载物，土啦就是具有载物生化的特性啦吼。那金呢？金是代表个体性灵，水具有滋润、促下不争，吼。它闭场的特性，哦、所以水呢，咱去咱个乌雷几啊百公尺内底嘛，也去乌会着水啊、哦、所以讲这个水，吼、哦，伊是一个处下不争，吼、哦，闭场的特性，吼、哦，伊呢，你个个乌入深水着是足济，啊无咱即马咧乌是那个乌油，这油是嘛是要为地下去乌的啦，啊，人个就是爱讲伊迄个国家的地质。有产生有迄个油，你才抽油啦。吼、哦，国家迄个地震啊，无迄个油矿，你嘛是抽无油啦，同款意思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土地分做几啊种，啊，你占的国家是，吼、哦，你的长处是在哪里？哦，因为你有油嘛，就印度，还是讲别个国家，伊就是油矿嘛。吼、哦，它是有油，伊卖油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卖一寡吼，啊咱机械需要用到的物件。哦，安尼因个国家就会足好过日的嘛吼，安尼即嘛免讲个遐去啊吼。咱讲乾南乾多生南，坤多生女，两气交感化生万物，两气就是咧指阴阳两气。吼、哦，但是这个两种气质的融合，出生万物，就是咱人生人嘛，生囡仔同款的意思。啊，所有的精神嘛是一定要有刚的，有一定要有阴阳的吼，连鸡嘛拢爱有阴阳。只要无交感、无阴阳交感，就未生物件啦吼。所以讲万物呢过于强健，吼阳有，吼阳有的，吼过于柔弱阴，它所以也有比较中庸的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安尼比较较好啦吼。所以讲万物生生不息，阴万物的结合又产生了万种种的这个所谓你冇看过的物件，连那花呢吼，哎，即马都有迄个牡丹百合啊，较早你冇看过牡丹百合，人伊都有法度甲安尼吼。
啊，花呢本来就是原色的花，是那个染个乌、染个淡都有，什么颜色拢总有。吼、哦，这是咱人搞啊，伊也要去个变化，迄叫做变化无穷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哦，秀而最灵，哦，形即生矣，神花之矣，五性感动，吼、哦，善恶分明。咱讲善恶分啦，万事都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圣人定就是咧讲中正仁义，伊就是咧主讲着咱讲人一定爱主正在这个中正仁义利人吼吉焉嘛吼、哦。所以讲万物中唯有人最灵呢，如有万物精华，最为灵光的就是人类，人为万物之中的精华。哦、人被万物不停的组合而生出来的，吼、哦，亲戚呢？我感觉吼，我安怎想拢想无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囡仔伫遐十个月，伊有法度365骨折齐全，所有的头壳啦、头脑啦，包括面会生老爸老母，那不是生老爸就生老母，迄、那个基因吼、哦，真正咱会看到讲，这个生万物万所有的万物啊，生人呢，真正是上无简单的啦。还五脏六腑五行都还有，吼、哦，一个种型拢个有，所以人被万物不停的组合而出，才能生出来呢。那又凭人的各自思想而获得各自的知识，哎，人生出来无同款的个性，无同款的知识，无同款的头壳，无同款的空调，无同呢。五性可以理解为五行的五性，人能从感性的角度理解金木。水火土的各种不同本性，例如上善若水、哦、通过了这五行的感知认识，咱就分出善恶。咱有善恶啊，所以讲定义内底就有大小啊。啊，所以性变啊，生出万事。就圣人将咱人的性分为五性啊，吼、哦，啥物叫五性？定义为中正仁义正，中正仁义正。哦、为我们做事修行立下规矩、哦、这就是圣人跟我们说人有五种性、哦、就是五性中正仁义正，那这个圣人跟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术，鬼神合其吉凶，君子修之吉、哦、小人不之凶、啊、就一定的、哦、你违背当然就是凶事就会来，所以立天之道越阴越阳，立地之道越柔越刚，立人之道越仁以义啦吼。原始甲即嘛，讲甲即嘛就对了。吼、哦，所有的一切圣人的德行，就是敢那咱人面对天地同款，看到迄个很伟大、很伟大的伟岸。圣人在人间就像发出光芒的日月，然、哦、后那圣人做事之道就像春夏秋冬一样。哦，井而有序，不早不迟。哦，圣人的吉凶就像世人看待鬼一样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君子修道，处道国，人生道理为吉的哈。那咱伫这个周易来对面哈，啊，讲唔通违背啦。哦，小人违背了这个道。哦，啊，咱今日今日哈，伫这个人生的道理哈，有一挂这问题啦，但是。小人违背此道，那当然会发生很多的事情。然后，所以就一定管讲，立天之道是刚，哦，是咱讲立地之道是柔甲刚，立天之道是阴甲阳，立人之道是仁甲义嘛。吼，啊，通俗安尼讲起来，咱就听有啊。然后，啊，就是讲这句话理解，就是讲天道是阴阳合为太极的。哦啊、宇宙万物、哦、由阴阳两种的元素构成的、哦啊、所以我们生存的环境在大地里面、哦、在我们这个土地里面是更柔结合的、哦啊、大地之上就万事万物都是柔意、哦、更的特性还是一定的啦、哦啊、所以说山就代表刚，水就代表柔，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仁和义的第一位嘛，吼，所以讲，在社会立足点就是要，吼，人的价值观不要混乱，社会才不会混乱，吼，啊，这探究，吼，啊，对这个较早
会开始，啊，佮嘛开始佮轮轮到即嘛下一代的人来研究周易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就知影生死的道理。哦，伟大的周易就是咧讲，穷尽了天地人的智道，是宇宙的极致之道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既然就知啊，啊，知咱要读周易，就会较快啊。周易本来就是用这个吼武极图甲太极图开始，啊，才对分的啦吼。啊，咱讲八百六十四卦八吼，有分作吼，这个阴阳是非，所有的这吼，这拢是爱咱真正有去个有想要个研究的人，就较认真读啊吼。啊，认真读读易经有啥物好处？我感觉有啦。我感觉有，我头壳有较巧，真的有较巧啦，我无甲伊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逐工都讲拢甲读啊，就感觉有较巧，吼、哦。就说咱人个这八卦人生啦，吼、哦，八卦人生，伫这世间都有八卦人生啊嘛，吼、哦。人伫世间难免拄着困难，但是有人每一个碰着困难的时阵哦，自己拿不出主张。只会说天啊地啊，哦，啊、你若无甲保庇，我怎么办才好？不是这样呢，哦。偏偏这个时阵呢，好天天未应，叫地地未灵，这就是讲怎么办才好？哦，这样悲观无助的话，如果你常常挂在嘴边呢、啊，内心不管是了充满着惊吓、无自信，人生会渐渐的走入黑暗哦。所以，我们碰到困难，就是要设法来解决。人古早人会甲恁讲易经，伊最主要毋是讲我易经就会当，互你依靠啥，是要互你，要互你了解迄个智慧啦。吼、哦，遇事忧矣，吼、哦，难解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卜一卦，但是叫人甲恁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易卦包罗万象，但是咱要当以这个学术来研究，吼、哦，研究是要研究啥？研究毋是讲甲人哦，你甲当作相命，是很狭隘呢。其实易经包含宇宙间的一切万法。它可以用来用国家的大政军事，啊，也可以用来各行各业呢，哦，啊，也可以在日常生活起居呢。所以你讲八卦的人生，哦，八卦的人生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有人性，佛有佛性，然后八卦的人生，到尾啊，即马伫咱这个八字内底吼，啊，都已经参透出来吼。哦啊，咱参透出来了后，你就把迄个八百六十四卦吼，即个卦例吼，啊，加减啊，佫甲读个完，甲研究个完啦。啊，我相信讲吼，另一工啦，你讲啊，你绝对听有啦。吼、哦，你讲是毋是呢？也是可以啦，吼，先做哦，咱今日要安营的工课，咱早就开始扣工啦，吼。那今日安营，工课做完，哦，啊，咱啊，这个红道厅呢，还佫需要先作为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布置会场，然后，哎，不要紧，咱用唔上，阮上课照上啦，只是讲有闲的人当提早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等来一个，因为啊，济人一个人，迄、那个做一项，迄、那个做一项，安尼咪就做好呀。我相信咱合作无间，工作效率超好，超棒的，然后。好来拄只讲到家啦吼，那我们现在明天的易经是要到礼拜一才能讲了啦吼，因为咱那个留一点啊时间来讲一挂吼，啊，卖讲规个拢讲易经啦吼。现在来开讲啦吼，咱讲《孝经》内底啦吼，《孝经》《孝经》嘛是足重要的呢，吼，这个讲要多吼，就是咧讲着讲教民亲爱，吼，睦善以孝，教民礼顺，睦善以体，以风吼，咱讲易俗，
目神以乐，安详地民目神以礼。礼者就是敬之意义，吼、哦，故敬之父，即子曰；敬之兄，即弟曰；敬之君，即君曰；吼、哦，敬之人，二千万人曰；所敬之冠，二曰者将。此为要道。啊，就咧讲吼，你敬天，天欢喜啦；敬老爸，敬阿兄啦；敬爸母啦，吼、哦，老爸老母拢欢喜，安尼意思。啊，你敬千万人，千万人嘛拢欢喜。所以我们要教化百姓，会当使这百姓互相亲身和睦相处，吼、哦，会当安尼做家吼，卖定冤家相拍，吼、哦，没有比用孝的道理去教化他们，吼、哦，还是比较快。但是这个孝的这个吼，真歹传扬呢。我们要教化百姓，使百姓有礼貌，互相尊敬，没有比用体，就直接讲孝悌这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这个悌字，吼、哦。道上、哦、爱下敬怒而爱幼，但是呢，博爱表现嘛是爱有效率所产生的嘛吼、哦，所以学校一定有教，学校一定绝对有教。但是咱讲转移吼、哦，要转移咱这个吼、哦，要改革咱这个民情风尚，不遐简单呐。大家嘛长哦哦放炮啊出来啊吼、哦，但是讲爱住三座啦吼，才会使去对六百诶、对大家嘛啦吼、哦，有住过三座才这样。哦，去对来大家妈，但是咱讲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疫情啊，大家妈出巡，真正讲诶，那大家我那是吼，错咧等你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吼、哦，毕竟啦，吼、哦，要讲规矩诶啦，吼、哦，有个人用走路的嘛，你对乡随乡用走路，真正挂口罩，你行规路啊，你会缺氧诶，吼、哦，有时阵诶吼，一半摆啊，我那。爱小看若无人诶时阵，离人较远诶时阵哦，我那口罩小看掉落安尼大大开安尼窜两下安尼，啊无真正真忝呢，我无甲你骗，信用归信用，但是吼，毋、哦、是讲啊对大家嘛，大家嘛都拢甲你保证你无代志，大家嘛呐出门呐保证你无代志，那有遐济伫遐抢救伫遐咧冤家。哦，啊，有个人讲啊，这神啊出巡，我拢保证你无代志，神还伫烧大轿，哦，啊，就干那安尼，下面甲放炮甲放放咧，我规顶轿拢烧去，啊，神明都无法度走啊，神明嘛是好烧，人走呢，神明好烧，啊无咧，所以我们呢对中华民族信仰，哦，不是这样信仰啦，我讲真啊，信仰是爱由心来信仰，由心来尊敬，唔是用肉体来去造老嘅那一种诶，嘿，吼、哦，我觉得还不是，吼、哦，不是这样子吼、哦，所以人讲，大家嘛咁真正爱人赢，这唔是安尼啦吼、哦，所以咱吼、哦，定咧讲预防吼，这个疫俗，上好嘅方法就是啥，吼、哦，咱。真正不是用人挤人的方式，然后安尼去，吼、哦、啊为着讲吼，要当更大家吗？你为着更大家吗？吼、哦、啊，你感觉人多少钱？为着要弄脚卡，甲人多少钱？咱人啊，安分守己，大家嘛，你拢免去甲弄啦，伊主动呢，伊个所有心啊，吼，伊个量场都。非常广阔，只要他从身边过，你真正讲啊，你都有入来到这间宫，你都有入来到慈天必胜宫，你入到迄个大殿，迄、那个落架迄个大殿，你都有感受到，心要有磁场啊，你都有感受到母娘的磁场啊。吼、哦，伊唔是讲你一定爱甲两过，伊才有甲你，伊才会甲你保庇，啊，无甲两过就无甲你保庇，还是你无去甲扛着这个桥，吼、哦，安尼伊就未甲你保庇，安尼妈祖无嘛无虾米啊，吼、哦，甲咱人差不偌济呢，就警察伊即马做神安尼呢，妈祖无唔是安尼，我们的人都把它搞错了。一定要有蒙到，一定要有光到，一定要有白过，这样才有感觉说妈祖有你给我保庇。啊，咱平常时如果没有办这些活动的时候，现在妈祖部门都收起来在人地坑，都没在给我保庇。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台湾人好奇怪。哦、就很多人会跟我问，他说，没这样子，你看，你都没要办这种活动哦。未呢？迄是阮庄个叫敬，是因为六百嘛三十担，才有带阮庄头呢。
吼，安尼咱才有讲哦，叫一挂姜生大来留个这个吼，安尼吼，互伊咱砖头安尼，互他帮忙，互来给咱温砖这个，30年才一次嘞，吼，安尼呐，一世人哦，当一三十年你就90岁了呢，你就90岁了呢。哦，即马下一届要过来姜鼻啊的时阵，梅香已经80啊，好、哦，梅香已经80，啊，梅香59年结婚的时阵，拄好阮达官做楼主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我59年看一届，我嘛请了帮忙，吼、哦，请出请入请，吼人吼人啊请等，我都爱甲回位嘛，吼、哦，爱甲回本位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人啊请出去拜拜，吼、哦，啊请，迄我冇请到啊，吼、哦，达帮忙本尊呐、啊，吼、哦。我嘛有当来服务着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59年吼、哦，嫁入来黄家吼，啊，拄好黄家做600万的楼主吼，迄、哦那个我头一届啦吼。过、哦、来我50岁的时阵，我20岁嫁嘛，过来50岁的时阵，就换阮中鼻啊做吼、哦，咱的吼、哦、这个吼、哦、600万的红单嘛吼、哦、红单，啊，迄、那个你也想20岁。做看一届，吼、哦，各家的爸妈服务，吼、哦，30岁，吼、哦，50岁啦，吼、哦，50岁，哎，30档哦，吼、哦，30档，啊，即马30档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梅香呢，嘛伫咱本庄啊，啊，伫咱本庄咱嘛去服务着啦，吼、哦，嘛去服务着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就算第2摆哦，吼，但是 A、B 头呢，吼、哦，伊一定会，伊算讲因。因教阮用轮的，拢一定拢30档了一届啦吼。啊，因遐即届下边头嘛算属三吉村的其中的一个村落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下边头即届4月14吼，伫六爸妈伫要过咯，六爸妈过咯。即届讲有开放车队啦吼，有开放车队就是讲会当互人参加绕境啦吼。啊，所以绕境会当参加到啥物程度，我是唔知啦吼。但此天必生公子按差不多30位啦吼，诶，孙阿姐吼来随驾，然后30位，诶，孙阿姐来随驾，哎呀，带来报名，吼，当来报名呢，哦，一定要打3剂过了才可以哦，嘿，打3剂，好、哦、过了才可以。我感觉啊，像大家嘛讲安尼啦，大家拢爱拍上3剂才会使，然后，啊，所以这个4月14，嘛是600万要过了。哦，啊，六百码过了，即马过100位啊嘛，过200-400个。了后呢，吼，啊个轮两，要个1.5年，吼、哦，因个话啦，吼、哦，个轮，再有个轮着啥，吼、哦，啊个8年啊，还有8年，还有8年就到慈天必生宫个中鼻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讲咱个三吉村个中鼻，咱三吉村个中鼻超过咱50-60号呢，无介大号，吼、哦。啊，看什么人拨，吼、哦，啊，六爸妈要带队，吼、哦，啊，看什么做楼主。哎、欸，那个时阵梅香已经81岁了，啊，是80岁了，吼、哦，但是通头啊啦，因为4月嘛，才来到咱家嘛。啊，我3月18生嘛，我就做生去做了，六爸妈才有过来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我有没有活那么久，不知道啦吼。哦没有，有没有活到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就希望讲哦，我80几岁的时阵呢，我赶快呢，我都请这个啥，请这个哦，咱讲去请六百妈的本尊呐吼，有迄、那个有迄个姻缘呐吼，啊，用这个吼，咱讲吼很大的那一种尊敬的仪式吼，啊，去甲六百妈请假。啊，我迄阵用81岁啊，哎，那如果说还耳聪目明呐吼，还有这个卡手也够无混沌去的时阵，我还是很希望讲，我一世人有家力帮忙吼，安尼，这个吼，咱讲过路呢吼，啊，多30档安尼，吼，安尼话吼，哇，我人生够了啦，这样就很好了啦吼。为什么我这么尊敬老帮忙？老帮忙真的是有够高一支支的吼。啊，虽然是当年拢爱换不掉，但是咱慈天必生公是59年婚龄的六爸妈，真正是六爸妈，我尊敬到吼五体投地，说求了吼，你袂使甲妄求，你若甲正求，他绝对能够帮助你。然后，来今日的节目就到这了吼，今天晚上有共修了，同道可以早一点回来，因为3点要安营，然后等下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
亏欠。